爸，姑叫你啊？啊？没有，我姑。哇，两根两根，可恶！被加了，然后去偷打了。看一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希望这样会好一点。然后我刚虽然对繁星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差点以为繁星是敌人。哎，又看错了！你每次都这样好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想说谁在打我们的西瓜，红红的。因为我一直去对方家里啊，我看到都是绿绿的人。打我啊！我回来了。嗨，安安哦。应该是说我的声音回来了，因为我人一直都在。因为被 gank 的不是我，是我爸。发发发发，杰克安安。嗯，有谁需要装备的吗？我现在应该够做多两套。可恶，没弄好。好，看来我误会叶静的意思啊。我应该需要，因为我这边很容易被骚扰。哈基那边有一点点基本的附魔装。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你需要铁剑吗？我已经有铁剑了。你知道就是好，那我帮你做好铁装了，你来门口找我。谢谢你。我要来啊！呸呸呸呸！好，我继续工作。有人有挖红石吗？先给我一个弓。我附魔看看有没有强力。过来啊！过桥。隐约在挖的。好，过桥。哎，中哈基来哦，哈基来哦，在桥那边。还没。哎，交易所还没啊？还没。交易所还没。团团，你要一起打吗？团金可以自己吐石。他要附魔剑哦。他应该不敢打到底啊。对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安哦，他走了，那我不追了，我也退了，好。欸，我一直在想，那个线可以做成羊毛，那为什么不能从羊毛里面抽线？当然不行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说游戏里面的东西。哇，我好多经验哦，我要带着经验送死。啊，送死。因为我吸了他们的一堆经验，为什么不能直接从羊毛里面抽线？你要线干嘛、啊？合成钓鱼哦，应该可以回归。有人有弓吗？借我一下。那个要第二阶段喽，那个防守准备了。第二阶段直接买弓，对啊，换个弓借我。Okay, okay. 第二阶段了吗？ Oh, 第二阶段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好，我就买弓。嗯，好，我走一下家。绿宝石矿都会乱喷呢。对啊，很不乖。没有办法，一宿一宿。我们哈他们哈基应该会抢手啊，我去攻攻看。嗯。哦，我现在在平行世界吗 ？No。怎么了？没有。现在在哪边？我在家里，怪怪的。家里好。嗯。然后从，这边清金石呀。好了，回来。清金石，清金石，我没清金石。有，哎、欸，我这边七个还不没办法弄那个，可以了吗？我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居然被看到了。还有谁没有铁装？先跟我讲一下。哎、欸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去附个魔。铁装我也还没有。好，那我先做一。帮我看家哦，我在附魔。我多做两套，等我一下、哦。哎、欸，再擦一下。我现在在看。好难打、啊。汪汪，可以顺便帮我做一把铁剑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来把一个东西关。哇，做完东西之后，我应该会危险一下子，因为我要去喂我家的狗饲料。好，继续来。还有谁没有铁装的吗？各种重缺人员是吧？嗯，再看一下巧克力，暂时不需要铁装吗？没关系，你们先，因为多少还是要有人捣蛋啊，我觉得。哇，今天有点怪啊。汪汪，可以再给我一颗铁吗？我要做盾牌。好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个允月，你说绿宝石在你那是不是？那个允月，你帮大家都做盾牌，我多给你几个铁。好，刚刚黄川说什么？你不说绿宝石在你那是不是？没有，太多人了吧？被哈基直接放回去了。他们干嘛？三四个人在家里。然后允月，你有空的话，帮我丢个木头进来。好，我去拿一些木头。你们有空中间也可以盖那个，就是准备任务的。先帮我放到中介箱。如果你们有人挂的话，你帮我给他。OK。如果你自己挂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穿，你就放到中介箱。好的，好的。
这只有吉特一，这弓坏掉了、哦。坏弓，坏弓。坏哇！小雨拿斧头啊！汪汪木头在门口。好，感谢。名单直播打不赢，详细有写哦。你需要斧头吗？啊，刚刚来刀了。斧头我自己做了。你自己做了，好。嗯。其他人有盾牌了吗？我来，我来了。有没有人要盾牌？我这里有，这里有几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团团需要，团团跟反击。他们应该没有想要攻诶、欸，他们。啊、没有没有，刚刚跑来闹。团团团团团团，你不要走，你的盾牌。没有，我现在这边怪怪的，等一下。哦好，等一下。团团，你刚怪怪的，怎么了？就突然有一点小一直顿呆的，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。你今天的网络怎么了？对，我今天网络也怪怪的。在我们家正上方吗？谢谢。有神经病来了。好，我先去问一下我家的狗。嗯，团团跟神经病来了，小心哦。好，小心小心。米菲跟刚刚过来哦，刚刚穿着铁装。你在哪里？这里。有没有刚刚发光了？然后米菲不知道怎么冲进我们的交易所，他赤裸的。为什么要抢交易所？哦，好，我知道啊。看来我没有挂。嗯，没挂没挂，不容易挂。可以去打那个米菲。哦，看到了。嗯，米菲跑。不要跑，米菲跑！哎、欸，打他他跳去了！啊！你竟然在发呆？没有，没看好。米菲一直在附近绕来绕去。对啊。所以江边人一直在打架战呢。哎、欸，救命救命！哎哎，繁星，你退你退！好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！我先把刚刚打死了。还有。这已经不能留了。哎、欸，睡，把他打死快！没有，我现在这边用那个啦。团团怎么了？不是过去啊，哈基只剩一残血了。你怎么了？团团，你用那个了？对，超级。就那一下，我夺他装跟经验呢、啊。在哪？繁星，你还需要我再帮你做一套铁装吗？不用。我今天到底为什么？今天去台北要开车。今天怎么了 ？No！ 哎、欸，这把剑锋利四啊！那是我的啦，你拿去用好了，拿去用好了。是不是击退？对啊、欸，对，那是我的。哎、欸，好狙哦！装有捡起来吗？捡起来，捡没有全部哎、欸，就只有武器而已。连线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你拿去用。团团。我超级连线，哎、欸，那身上弓先给你们啊，这个我绝对用不到。你放到宝箱里好不好？欸、然后你，好好我觉得你麦快重开看看、啊，说不定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我重開。我现在身上有三组体，我们还要挖吗？再挖，再挖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进来，偷进来。三组嘞、欸。家里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有人。三组铁锯挖，确定哈。好，我又一个，刚刚。哎、欸，那等一下，团团你没在挖绿宝石，那我换我去挖好了。好，你先去挖，我先重开一下。怪怪的呢，嘿，那个我需要食物。你需要食物？我饿了吗？我饿了。食物在我这里，我赶快拿出来。我也没有接收到团团的其他装备。那个挖金的，我要开门了。挖铁的，我要开门了。我要开门呐、啊！你干嘛、啊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没有放宝箱，我要铁啊！你要我直接给你一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救家里。杠啊，打不到他，我肚子饿了。对啊，肚子饿了。你们没有种红萝卜？红萝卜来 ，Come on， 你们在哪里？我放中间箱子哦。巧克力，你直接过来，我把你要的东西丢在地上。好、啊。要你铁剑要吗？没关系，不用。不用，好。是人捡到剑石啊，在我这里。没有、啊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家里。好，我也在家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剑士跑去哪？那也不 OK 啊，凭空消失。刚刚来了。好，我先打刚刚。有人在打我啊！糟了。谁？你在哪？哈基在金矿这里。好。我没有盾牌，糟了。再撑一下，拜托你。有他啊，我死了。妈呀，他被。我这里有几个。不行，我也没有盾牌。哇，来了。他都吸走了吗？我不知道，
梅西，梅西，他完全梅西，我帮你把他吸起来。哎、欸，我们家，我们家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我没有手，我没有手。啊我。啊。那个。哇哇，他们。No。哇哇哇哇，好多人哦。他们人也太。汪汪，你里面，你里面铁矿那一定要放一个宝箱啊！你给我，你是直接给我装？那我没有盾牌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你就放，你就放个宝箱，对啊，那我们需要铁就进去。弓呢？弓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箭矢啊！讲错了。我箭矢凭空消失了。我红，我身上有红石给你。我这里还有一些红石，我去换一些箭矢好了。然后装也给你，这是不是你的装？应该是啊。对啊，这都给你。是没有胸甲哎、欸。我们铁矿洞里面有很多的铁哦，大家可以有需要可以用。好。啊，米菲来了！以防万一，我拿一组先走。三只一起进来。放了你，等他们来吧。他记在后面偷射。好，他们已经进来了。安安哦，哎，哦呦哎，杀掉了。我去换食物好了，用黄金换食物给。哎、欸，家里。家里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结果我一个换食物，然后都魔狼在家里。我在，我走。好，我换食物完，不是、啊、再来那个换。你们不是有人要守家的吗？守家好麻鸡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我换。他技术复到无限攻啊！不会吧？箭矢吸不起来、欸。好，我先守家，那我需要食物。来，我换一组牛排来了。OK。我需要食物。给你半组，我还需要挖铁吗？你后面有个，后面有个米菲，你确定我要继续挖铁吗？我觉得铁很多，很够了，除非有人要用隐形战，你也可以用隐形战啊。对，他那是无限攻哦，吸不起来。好死了。还有谁要肉啊？我觉得汪汪，你如果挖那么多铁的话，你之后可以用那个无限，不是啊，那个隐形战法。哈基在上面想要射我们的，哎，过去打他，居然死掉了。哈基在哪？哈基在哪？楼上，铁矿上面，他被我打下去了。拜，他死了吗？对，他的无限攻没了。好，好好好 ，OK。家里有人来了。哎，我看到啊！哦。那刚刚我死掉绿宝石有人捡吗？哇，击杀敌军15的，这很关键。我们刚刚晚了一点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，对啊，好可惜哦，被拿走了。好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要一个温馨小套房。小套房，我把先回去啊，放进来好了。好，我们要稳住啊。团团营的网络现在 OK 了吗？嗯，好像还是有一点怪怪的，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。牛，有点怪怪的，对，今天有点GG。等一下看一下怎么搬、欸。那我觉得你主要挖一些矿物好了。对啊，我今天应该就是单纯挖矿就好了，我不要出去了，太恐怖了。帮你们挖红石，哎、那个陨月，嗨，绿宝石跟那个黄金就交给你，那边比较危险。好，我现在需要一个盾牌。对，你可以挖给你那个铁矿洞里面宝箱很多铁。好，好、哦，那你去呢？你可以多挖一点红石啊。对，我挖红石，红石比较安全一点。安农，好多青叶球的声音。叮叮，我啊，哎、欸，哈基居然在中间。我去打他，哇！我这个急退把他打好远了。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，因为他们会挖到很多的绿宝石啊。嗯，对，而且刚刚被拿到一些。嗯，真的。要去请他们的绿宝石商donate一下吗？哦，完成任务了。对，哎、欸，睡哦，哎、欸，可以那个退。等一下，繁星他攻很痛，有绿宝石，可是他攻很痛，小心，能吸的我都尽量吸走，我没有看到什么。好，你不用理我，你们赶快去附魔，我没等级了。啊，附魔，我去附一个，我30整了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哎、欸，中路哦，好，我来了，我叠丝，
我打应该他们应该没过来，没有再过来了。我先去附个魔，哎、欸，他们像是小雨的那个弓很痛。好，去背吸小雨快。颗星也太烂了吧！你可以把他们变成僵尸这样子。我们要有一些人帮忙协助防守在中间。哎、欸，你们有人想要？有人有装的可以来中间吗？他们在站中心点的附近。嗯，好，继续挖掘。像刚刚我跟繁星打，就还蛮可惜。嗯，你们、啊、人不够多。有人想要去挖他们核心？我有一个可以附到效率三。效率三高吗？可以配合隐形战法去弄。有很多铁，可以先用隐形